挑战老婆生孩子去了，一个男人在家是怎样学会做饭的？做饭我会，只是不会炒菜而已。说干就干，开整。刚刚又睡了一会儿，这一天没事在家里面就躺尸了。憨憨，饿了没有？马上给你做下午饭了。我的衣服还在这里呢，现在已经是下午的快五点了。先洗个头，精神一下。人不能给自己找借口，不会可以学，对不对？这得了面瘫，眼睛前几天闭不拢，洗头的话老是进水。不好意思，还没洗碗，先把碗洗了。烧点热水。热水洗碗，烧一点点热就可以。冷水洗不干净了，差不多了。有人说的，不会做饭的人进厨房就像上战场一样，是不是有这个说法？你看我这个熟练度怎么样？不是很差啊，始终以前出去还是打过帮子的。碗已经洗干净了，哎，怎么还有两个没洗呢？算了，下次洗。看一下我们家的粘人狗，我在这里做饭，它就在这里守着。你真是寸步不离啊！啊，你也饿了是不是？嗯、啊，来，哎呀，来挠痒痒，来。哎呀，这会儿不跟你啰嗦了，我先做饭，先做饭吧。做饭，哎呀，这个洗一下。我和狗吃多少？我想一下，他不是要不要吃晚饭呢？万一晚上饿了就吃剩饭。一下煮两下吧。哎呀，做饭还是蛮简单的，这样就搞好了。插电，摁一下，搞定。接下来就是比较头疼的，做什么菜呀？我看一下吧，冰箱里面，冰箱里面还有一点干豆，有一颗白菜。这里还有一点那个这个是什么？四季豆。我吃什么？做一个菜太少了，三个菜太多了，两个菜比较适合。哟，哎，一个菜太少，两个菜适合，三个菜的难得做。炒一个干豆，再炒一个白菜。这个白菜都快蔫了，白菜也吃不了这么多呀，这个都蔫了，就把它拔掉。
再洗一点青椒，再配上一个番茄，美滋滋。再搞一点蒜苗，这个蒜苗都腌巴了，没事，弄一弄也可以吃。买了两天了，准备开始切菜了，切菜之前先把这个刀给洗一下。这个菜板有点小啊，不好放那么多东西，下次买一个大一点。这个炒菜的锅怎么回事呢？感觉老是很容易生锈，这里铁锅就是这样的嘛。洗一下，没有上油，没有保养。看一下兄弟姐妹们准备的怎么样，配菜啊已到位啊，西红柿青椒炒豇豆，然后再炒一个白菜，开干。我们家炒菜都是用的猪油，我不喜欢吃那个植物油，我感觉猪油吃起来香，你看随时都备的有。直接先放豇豆，搞错了搞错了，应该先放油。青椒搞里头，再来点味精，啊，重口味，重口味啊！西红柿倒里头，这个盐是假的吗？怎么感觉还缺盐呢？最后再把蒜苗倒一半到里面，这个大杂烩，哇塞！炒完第一个菜，才发现我忘了放肉了，在冰箱里面还有肉的，怎么感觉缺了一点什么？就不吃肉了吧？现在冰箱里面冻起来的，解冻也来不及了。继续炒第二个菜，炒这个白菜。反正这个也是用那个，猪肉来炸的油嘛，也相当于吃肉。就是吃猪油的话可以不吃肉，我是这么理解的。炒的有点多，没事，明天早上再吃吧，明天早上就不做饭了。炒这个白菜我想用那个干辣椒，但是没找到，这个是胡辣椒，直接来它。哇，这么大一炒，哎呀也差不多，管它。还卷在一起的，这
这炒的熟吗？我去，完了，这个失误了，失误了，别见笑哦。这个，把它改一下刀吧，真的炒不熟的。那边菜还没炒好，饭已经好了。这个天气太热了，饭的话就敞开让它冷一下。刚才忘了放锅了，你看这一片都炒糊了。赶紧的把菜叶搞里头，大家别笑话我哟。蒜苗，蒜苗，起锅了，准备。好，差不多了。当当当当，兄弟姐妹们，菜炒好了，简简单单两个菜，准备开始吃饭。我和我们家的狗子准备开始吃饭了，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吃我做的饭。待会儿再给他放点狗粮吧，这是他的，这是我的。我先尝一下啊，先尝一下这个菜的味道，先尝一下这个豇豆。我感觉很好吃，很入味啊，虽然说没有放什么东西，还是蛮好吃的，有那个青椒的香味。这样，有时候出门没人喂狗粮的话，我就买了这个喂狗粮的机器。那个勺子呢，用手给它放点狗粮，差不多了，再给它放点这个我炒的菜，看它吃不吃得惯啊。我炒的豇豆，跟它弄点汤吧，这个汤比较有营养，虽然说没肉，天气热了还是来一个汤泡饭。哇塞，这么多菜。握手，起来，坐，坐，怎么口水都流出来了，坐，这样。